的就是我们邻居系列的韩国超商篇。我们立刻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VCR。哦，满满的，哦哟。满满的泡面，哎，哦，台湾的，你这也可以呀，哦，好好，那个比较少见哎，对不对？比较像来尔富吧，尔富尔富，尔富，我们进入了尔富，尔康，吃饭了。有什么？你喜欢吃的？我给这间店满分，立刻满分都会说。非常多的 coffee 系列，有非常多的酒，茶比较少一点，跟台湾比起来真的是少非常多。真的每一间店的零食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小是很缤纷的，小是很缤纷口味。这边这一间是有炸物系列，比较像日本，日本比较会有这一类的东西。对。我们发现了一个目标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传说中的万圣节限定。万圣节。这间 CU 还有卖热腾腾的地瓜。还以为只有台湾才有卖呢。对啊，很酷哎！而且它里面摆一堆小石头是什么意思？在养地瓜吗？什么概念？我都不错哎，每一格里面就一颗哎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是烧地瓜的那个吗？机材。饮料其实每一间都差不了多少，我觉得。酒类，哇哦。OK， so great。有没有气质？有。Yeah, my god。你的。Yeah。老板非常亲切，他卖的东西就是比较小型的，还有卖一些菜呀、水冻的东西、蔬果等等的，稍微生活化一点，比较像以前的杂货店。在韩国呢，我觉得便利商店是蛮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。对，因为像是比如说吃早餐啊，他们很多店都没有那么早开。那观光客不是连平日都超早起的嘛，要出门，然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啊，所以你只能跑便利商店。我们就在便利商店处理了2到3天的早餐，还有一些宵夜或者点心之类的。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在韩国呢，在便利商店所买的这些东西里面，觉得最值得推荐大家的3样东西。第一样是乌油，乌油。第二项呢就是他们的香肠，香肠。第三样呢就是这些我们这里摆了一些 chips。第一样呢，牛奶的话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它是因为台湾喝不到这种味道，当然台湾也有一些什么调味乳这类的水果牛奶啊，对，也有好喝的，不过我觉得没有像这种，它的香蕉味真的很重，喝起来很顺口啦，我自己怎么觉得。它banana还有分什么 light 跟一般的，对，一般就稍微甜一些，对，然后 light 就是让大家喝起来轻盈一点，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季节性定的啊，因为我们在万圣节附近来的，所以他们也出了一个特别的口味，然后它的包装也特别的 Q， 就是万圣节的牛奶，哒哒哒哒哒，你看它有个 base，
他可爱的南瓜 face， 然后他因为是南瓜的脸，所以他其实他的口味也是南瓜加什么？地瓜吗？对，南瓜地瓜，我觉得地瓜味比较重哎，就喝起来像地瓜牛奶，其实应该是要南瓜味比较重吧，毕竟是个万圣节的口味。但反正不管它怎么样，我就是不想喝南瓜的口味。但应该喜欢喝南瓜的人 ，maybe 可能也不会喜欢，因为它只有地瓜味。圣诞节可以出什么口味？圣诞老公公地下的口味。搞不好那时候有新的牛奶，大家可以来喝喝看。但是牛奶一定是我们来韩国，比如说来六天，你会有三天以上一定会喝这个牛奶。KK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推荐的是便利商店的香肠。为什么推荐呢？它的确是好吃。那台湾好像就是像是那个吧，大亨堡那种热狗。香肠的部分好像比较不会拿来这样子吃，或是当个早餐那类的。就是你只要放进微波炉，哔哔哔，然后就是很快速的就可以带走当个早餐这样，然后配牛奶，我们都这样。我之前来的时候吃一次就觉得很不错，而且。不同便利商店可能会有不同的口味，像我们之前来吃过 cheese 口味，可是像这次我们只在一家便利商店看到。之前是看到每一家都有吧，我记得。对，不过就算没有 cheese 口味，它还是有蛮多元的，有其他什么大蒜啊，或是辣，对，辣味的、啊，有很多选择啦。目前为止我来过这几次，我也是每一次必吃的东西，好吃。噔噔噔，我们要再分享各式各样的洋芋片的部分。其实逛了这么多次他们的超市之类的，他们非常大柜都会是巧克力系列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对外比较出名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巧克力，或者巧克力的配饼，对，派饼这类的，或脆饼什么的，对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，但其实你也可以买一些这种洋芋片的小点，我觉得蛮好吃，尤其是这个最原始的，它是蜂蜜奶油口味、，honey butter， 听起来是又甜又咸，有点这样子吗？对，又甜又咸，而且都不会到味道很重，就是稍甜稍咸、也有些人喜欢不同口味，比如说有玉米的、这种也有啊。这只 turtle 还蛮常见的，在各个便利商店、超市都会看到它。也可以配个烧酒啊、啤酒那类的，也都还蛮适合的哦。如果你们有吃过什么好吃的饼干，也可以推荐我们一下。如果你有任何对我们推荐的东西啊，或是你有想知道什么资讯的话，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在下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，这一次。我们在韩国拍了蛮多不同的主题回来，那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比较新奇有趣的景点或是事情。那当然大家也要记得分享、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哟，其他影片也要赶快去看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